连接香港和中国的港珠澳大桥虽然即将完工通车，却对当地生态造成难以抹灭的伤害，被列为一级保育动物，也是香港回归时的吉祥物中华白海豚，在过去十年来因为工程所造成的栖息地变化，使得数量急剧减少，去年估计只剩下47只，创多年来新低。跨过珠江河口，连接香港和中国，总长约19英里，造价高达约190亿美元的港珠澳大桥即将完工通车。但是海洋专家抨击，这项工程使稀有的中华白海豚正面临生存危机。根据调查，在建造这座大桥的过去十年来，身上呈现淡粉红色调的中华白海豚数量从先前超过200只，下降到现在仅存47只，急速减少80%。香港海洋哺乳动物研究所的资深科学家林赛波特说，因为建造大桥工程在水中制造的噪音已经造成白海豚觅食和沟通的困难，海豚是社交型动物，噪音问题对它们的生存能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香港海洋哺乳动物研究所技术研究员 Arthur Lee 对此提出了进一步说明。When a Hong Kong Zhuhai Macau bridge is starting to be built, we hear an increase in underwater noise, background noise, which is not good for dolphins because they rely on the sound to navigate and to find prey. So we think that's really bad because it will drive them away from the area. 中华白海豚身上呈现淡粉红色，是因为皮下血管所致，这也让它在1997年英国将香港归还中国时成为官方吉祥物。资深科学家波特说，被归为印度太平洋驼背海豚物种的中华白海豚近年来越难在附近海域见到，见到的白海豚又有超过一半是基于压力和高度噪音所造成，而有明显皮肤病变和感染。香港世界自然基金会海洋保护单位助理总监 Samantha Lee 说，因为香港的海上交通飙升、污染物和过度捕鱼等等因素，也导致白海豚栖地的丧失。香港政府就这个问题，虽然试着切出大小磨刀海岸公园作为大桥基建计划的问题补偿，但是专家说，白海豚并没有因此回到这个区域来。